平东舰后备军人干部今天的集会由同仁区罗司令主持。中管区教育长韩中将曾经到会指导，驻中后备军人干部对毛匪的毙命都同声称快，何时认为大陆天灾频仍，匪帮夺权斗争激烈，大陆同胞应该奋起抗暴，而我全体同胞更要团结一致，枕戈待旦，以便早日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。